26，26以后，上一个比赛失利，人家同公司也有已经成团的人，我又到了27岁，就心情很低落。那天，我爸在看电视，我爸就突然对着电视来了一句：“哎，不要再跟我要这玩，后就才有出息了。”28岁在那个节目里面对的都是18年龄的人。 他们就觉得你在这里面就觉得心酸，他们帮我上街去发传单。15楼，Soul King， 灵魂王者街舞。 Hello， 那你练习多久？6年。6年。嗯。 6年很苦的，22，但面试面了22，你22，还很年轻，你还有6、7年继续跳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团体叫 LDD， LDD 对，什么意义？就是自己名字的开头。我们以前也有这种起名字，也有是吧？感觉自己哇，跟男团一样。我们是 LDD， 就是我们有一个称号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对，完全懂。哎，我很好奇你们怎么认识？ 我吗？这个一直跟你聊天，那我先来说吧。来，你一下。他是我的老师，是因为从家里面跑出来嘛，到处求学。因为家里面跑出来。在以前，因为我妈妈她一直觉得我跳舞就是跳街舞都是那种街头混混。是，对。而且她当时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但是她在一个工作的地方。 他每天会教很多课，帮别人代课5、6节，但是一节课只有20块到30块，就是任人，刷量的，对，就有点那种了。然后代课啊什么的，我知道。对，以前他的很多跳舞的视频会发到网上，然后我就通过网络，然后去私信他，然后我说哪一年？17年，我17岁，17年，然后我也是差不多18岁了，快18岁了，然后我就私信他。你比他小。 我比他小一些，对，但是跳舞这个东西不分。我现在发现了，我做练习生以后，有些老师也比我小，但人家就比我厉害，我就得叫老师。我以前也想做练习生，就觉得哇，那种唱跳。但是我们以前是这样的，我在成为现在 Into One 成员之前，这个事情是今年4月份，对吧？但我开始训练是15年的1月份，之前就先一共有3家公司，签了3个公司。 就是倒闭又签，倒闭又签，倒闭又签这种情况。我做这个工作前面的时候，说实话没什么钱，但是有一个好处什么呢？公司他管了你住，没管吃，管了你住，住吗？不用担心。但是心里就会有那种前途一片迷茫。对，然后家里人是不一样的，就是不理解的。对，他不知道我一天在干嘛。对，我觉得我还算幸运的，说实话，因为同样的机会。 都是厮杀掉别人的机会才上来，对，对吧？哇，可以可以。这里会有人在这唱歌吗？以前会，有唱歌的，有 B boy 都会，两个。两个。再往前，再从鼻子，打开，交叉，分离。 26以后，上一个比赛失利，人家同公司也有已经成团的人，我又到了27岁，就心情很低落。那天，我爸在看电视，我爸就突然对着电视来了一句：“哎，不要再跟我要这玩，后就才有出息了。”就跟父母大吵一架，我离开家。 后来进了创造营，28岁在那个节目里面对的都是18年龄的人，他们就觉得你在这里面就觉得心酸，他们帮我上街去发传单。我妈50几岁了，一般出道年龄都在多少岁啊？最合适的。 那肯定是越早。市场的决定，他们当然希望就是18岁越成年了就好了呀。哦，你想想，18岁他可以发展到28岁，他有10年的演艺生涯。
心里的压力其实还是会有吧。有啊，就是你做很多事情你会他们都会看你怎么去，你也会让自己不敢掉，鬼样话叫掉歪，就是不敢，你也会非常注重自己的每一个行为，对，所以你的责任也很对，让但是让自己就会变得好啊，就是你不会让自己走偏嘛，因为有人的眼睛看着你。我、哦、白天来这我有点认不出来了，就我说你这么创意的吗哥，我们得玩起来了，看不见看不见没关系，摸手的时候大概就在中间。 Hello 嗨哥，我们给你也准备了一套，换起来，一起来换起来，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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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，这个腿不放，他是擦擦擦，手是擦擦擦，但腿是擦擦擦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有人私信我，你们把 breaking 搞得这么商业化，这是艺术，艺术就应该在地下，在地下活的。艺术也要见光。再小众的东西它也要有市场。我觉得我们得想一个音乐，要不然我们按我们自己节奏跳完，你找音乐是一件费神的事情。哥用你们团的歌确定吗？跟得上吗？可以可以的，可以的，那这样更好。我感觉我会放炮。没事，这里看歌有什么。然后我哎我手机呢，这个哎可以啊，哥可以，我们这个动作转身，然后把头套摘了，五六放脚边，对，然后就一，对，这样子好一点。放音乐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放。跳下，跳下，转身，五六七，呼，一，哎，呼。可以，感觉怎么样？可以，好像可以，这应该没问题。啊，我敲错了，这里可以吗？还可以，可以。有了喂。可以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，这边可以的。等会我们挨个轮着去互动。那你是我们之前拍过一个地方，可以，很好玩。要不帮你打 B box？ 哇，你还会 B box？ 我想一想，我不一定会。来来来，我就破音。来，就今天我们来到街头，然后一起跟路人掰头，让人看着就很下头，超纲啊。哎，那个台子中不中？哈喽，不中不中，轻，不中不中不中。哦，那轻还不会。爷爷好，轻。爷爷，哎呀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老爷爷，你晓得街舞不？啊，不理我。他只想好奇这个中不中。啊，你看这种，来来，快快快快快。来准备了哈，五六，要我一点社恐。五六七，走走 ，one two three， let's go。耶！哎呦，还有技巧啊！不，做个倒立。我的头。不行，戴这个帽子做不了特技，你只能做那个腿上的可以，腿上的可以，可以做头技。看一下。我觉得我可以改变一下方法，我戴着面这个头套，然后我找到一个人，我就说，比如说是一个女生，我说小姐姐，听我看我们跳一段好不好？我就跳一段给她看。哇，然后可以可以啊，两位小姐姐，可不可以看我跳一段？小姐姐，你不理我，她不理我们，她不理我们。哎，小哥小姐姐，可以看我跳一段舞吗？可以吗？不理我。哥，你胆子这么大？这两个就两位小姐姐，可以看我跳一段舞吗？可以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叔叔娘娘，可以看我们跳段舞不？我们在街上现在随机跳舞，想拍个视频。我们两个跳给你们看。他们跳的怎么样啊？可以不？五六七走一，哇哦哦哦哦，今天的风暴。哇哦哦哦哦 ，get up get up， going to the get up。哎呀！你有没有看过街舞没得？你看以前晓得街舞吧？不晓得，你觉得我们跳好吧？跳得好，跳得好，帅！街舞在下一次奥运会是体育项目，不然他们都在跳舞，你有时间来看哈嘛？要得，好的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好的，拜拜，好的，拜拜。